他说的是什么？他说马来西亚这边啊，就说是你们的公民分为三等，对吧？马来西亚的种族和人群大概分为四个部分，一等公民，那就是土著马来人；二等公民，那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三等公民，印度人，他在马来西亚占比最少，但一般也都是做一些社会底层的工作。携程订了一个酒店，上面显示了有这个这个税已经收了，然后到了酒店之后呢，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又跟他收这个税，包含在里边。旅游税是包含在里边的。Tourism tax for foreigner. Foreigner. 不懂。No English. ten ringgit. Ten ringgit.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今天是母亲节啊，祝天下所有的母亲美丽永驻。平安永驻，健康永驻，祝你们的子女啊能够孝孝顺顺的，就是让你们开心吧，好吧。今天我们就插播一条视频内容吧，可能让很多人不高兴了。今天我还跟那个小同事说，他的一脸懵。哎，首先第一件事是这样啊，我们先简单说一下那个小姑娘道歉的事情。那其实是有人打电话给这个学校，然后学校呢就希望小姑娘去在平台发布这样一条视频，并不是我们去想发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播啊，我一直就是说一定要以更放松更快乐的这种形式去做这样的视频，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如果是想看那种一本正经的，那我们就去看那种科教频道，对吧？毕竟这种 YouTube 平台怎么说呢，别人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啊，那是他们的事情，像我这边还是以放松为主。至于你们说我制作上面的问题，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这个事情你就过去了。我只是简单的去提一提，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去发这个视频。我看有些评论还说是感觉是我个人要发，那我把这个事情简单说一说啊，这个事情咱们就 pass 掉，不想再去过多的提了。那接下来我要提的这个事情呢，有点尴尬呀。哎呀，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尴尬吗？那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有一个抖音博主，然后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他发了很多的视频啊，本身我也没有关注啊，只是有好几个就是看我抖音的观众啊，就突然艾特我。那我进去之后，我看什么视频艾特我了，结果一不小心点开之后，其实我也是第一时间是挺愤怒的啊。那他说的是什么？他说马来西亚这边啊，就说是你们的公民分为三等，对吧？一等是马来人，二等是华人，三等是印度人。这个我真的是又气又想笑啊。对于这样的视频，我本来还不怎么去想去过多的去解释，因为反而你说多了感觉像是在跟别人掐架。那你也有观众在后台私信我，他说这样的视频，你们这些中国人在你们中国的平台发布这样的视频，那你们在马来西亚这些博主能不能出来说两句啊？我一想也是，我就不去说这个名字了。这个条视频呢，我会插播到 YouTube 平台，还有这个抖音平台，我都会去发的。咱们名字就不要去提了，我也不想跟你去吵架，只简单的去跟一些很多人去说一声啊。但他不光说到是这个公民的事情，就是几等公民的事情，他还说到这个旅游退税的问题。那我刚才啊，还特地去查了一下这个东西。那咱们先一件一件来掰扯啊。他说这个一等公民的事情。所谓一等公民马来人，二等公民华人，三等公民印度人，印度裔人，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在欺负人啊。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好在这个哥们儿呢，其实也不做 YouTube 平台，如果这么去做的话，我估计你可能都出不了马来西亚，真的是这样的啊。咱们有时候做视频呢，我觉得还是要去多做一些参考啊，多做一些资料的调查，你不说或者网上怎么说就怎么去说。所谓二等公民，这是一个极其侮辱性的一个词汇啊。我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啊？如果但凡他对中国历史有了解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蒙古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元朝，就是元朝忽必烈开始统一这个中原大地之后啊，建立了第一个由这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古代王朝、古代帝国。那当时元朝呢，就把他所辖的境内人呢分为四等啊，比这哥们还多了一等。
哪四等啊？就是蒙古人是第一等，第二等是色目人，就是西域啊，就是现在中国新疆那一部分的这个区域，因为靠近蒙古嘛，当时的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啊，大家都知道是从新疆那边，对吧？主要是那边的贸易。那第三等是汉人，这个汉人啊，他不只指的是这个，我们不能叫华人啊，就是不是单纯的指的是汉族的，而是指在原先的辽帝国和金帝国所统治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汉族，比如说南北对峙的这种局面啊，辽宋金南宋这个对峙局面，其实汉人整个沿着这个淮河一线是分为两部分的，咱们就简单提一下。那第四等是叫南人，这个第四等是南人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原先的南宋境内的汉族。当时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看到有这个历史记载，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听历史啊，就稍微的了解了一下，说蒙古人打死一个南人就不说了，打死就打死了，打死一个汉人，就不管是契丹人也好啊，还是这个西族也好啊，都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啊，或者说那像什么燕云十六州境内的这个汉族呀、啊，就打死之后只是说好像打个五十大板，但如果是北方境内的汉族打死蒙古人的话，是全家都要抄斩的啊。这个就是说所谓四等公民的一个划分啊。你想想你这么去划分，这样马来西亚的这个种族，你想想他们能不生气吗？就这么说吧，搁谁说是啊，你这个穷货，对吧，屌丝，你就算这个话你说在国内，你没有人都不炸的啊。这真的是个阶级层次不能这么去说的，你一下子打死了所有人。另外啊，当然他也有一些话也说的也是很对的啊，我也比较赞同，就是说啊，华人掌控了咱们马来西亚这边大部分的经济，这个我也是认可的。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虽然是二等公民，但是他们掌握着马来西亚80%的财富，就这边的税收80%是由华人贡献的。别的我就不说了啊，像我对面那个豪华公寓那都是华人开发的，至于下面那些别墅那都很多都是华人买的。另外还有那个 Maybank， 就是在马来西亚也是在2020年被称之为最具有商业价值的银行，它的创始人也是华人，叫邱德拔。那你想想他这是二等公民能做出来的事情吗？能做出来的事业吗？对不对？但是呢，印度人啊，这印度裔的人家也不是干底层的活，对吧？哎，我记得好像咱们马来西亚这边像换钱这些点好像都是印度人哦。对吧，都有是吧，反正就是说你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你这得亏印度人也不看这个抖音，要看抖音估计能把你掐在马来西亚不让你回去啊。所以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他们这个种族的这些事情了，因为之前我也是一个外国人，只是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呢，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出发，就说是我不能看着一些媒体去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生活，我们是外国人，而且你和我都是同一个国家，那你再想想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让其他的马来西亚华人印度人，那也有会说中文的马来人啊，对吧，让他们怎么去想这件事情。这就是他们分为四的公民啊，好好的多去了解一下，咱们多交一些本地的华人朋友，多去了解一下啊、我也有这个印象，不管是在吉隆坡也好啊，马六甲也好啊，槟城也好，我住酒店的时候人家都给我收一个旅游费。那今天看这个哥们的视频，我又一不小心又给在抖音给刷到了，他说啊，他在吉隆坡的时候，然后呢他在携程订了一个酒店，上面显示了有这个税已经收了，然后到了酒店之后呢，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又跟他收这个税。哎，你们马来西亚人住马来西亚酒店上税吗？不是啊，对吧，啊，这是外国人的一个，因为那个啥，酒店的这个工作前台人员特地说了，只是针对外国人的。那我说一下这个事情啊，我是怎么去看待的。第一，我是赶紧打开携程网，跟携程的客服去沟通了一下，我就说啊，我要订酒店啊什么，对吧，我待会会把所有的截图啊都给大家去看的。上去这个携程之后问了一下，那携程的客服就告诉我说，这个税呢是增值税，增值税其实是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税啊，就比如说你花钱啊什么的是上的一个税，它完全就是说是不包含你要去的所在国的或者说所在城市的一个当地税费，这个是你要单独自己去缴的，不管是 Agoda 也好呀，或者说 Booking 也好， Agoda 我就不说了啊，行，我把它 pass 掉， Booking
我把截图给你们放上去看一看，它上面都显示了携程 booking， 都是说你到了酒店之后你需要单独去缴一个费用。一般我记得好像民宿我住的民宿因为不多，好像民宿没缴这个什么城市税。那尤其是像槟城的话，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文化保护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费用，那一晚要缴多少钱，我就不问了，我就不说了，反正它是有这样一个费用的。那其实真的我在外面走了这么久啊，我就发现这个就目前我所经历的地方，一个泰国一个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最比较友好的，泰国就不用说了啊，微笑国度。咱们就说到马来西亚这一块更是啊，那你像我之前从非洲来的时候，哇，那个穷苦日子真的是，因为拿着手持机去拍非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都差点被人打。所以来到这边马来西亚，我刚开始我都不敢拍别人，我都怕被别人打。刚开始还有些人不适应的，说你怎么老对着你自己，后面才打开了才开始拍啊什么的。遇到的华人朋友又特别的 nice 啊，我在马来西亚的感受的温暖，就是你这一年遭的罪就在这马来西亚全给你，哎呀，就是那种反差、太大了。所以就是说那段时间真的感觉整个人很幸福，像回家了一样。另外你看我在怡保去办电话卡的时候，那个马来人小妹妹，哇，好可爱，你都不知道，我拿过护照，他是这样，外国人你去办那个卡的话也是需要拍照的，你知道吗？我怎么都不行，怎么扫都不行，一会儿是我头像不行，我也不知道是我人长得丑还是怎么着，一会儿又护照不行。最后那个小姑娘，你知道马来人就看不下去了，说没事，用我的，他就用他的给我办了一张，真的啊，我当时好感动，我不知道我记录了没有，应该是记录了啊。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来看，我一直在学的嘛，就是任何事情向好的一方面去看肯定会更好。我也希望就说是如果还有其他的博主，就是从中国过来的呀什么的，能够看待事情更谨慎一些啊。有些时候呢，现在这个自媒体啊真的是不好做了，因为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个人了，是你不光是你的素质，是指你身后的这个国家，人家整体是怎么看我们的，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好吧。当然咱们马来西亚这边本土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博主也是非常 nice， 对吧，像什么随口说代码呀，还有或者说那个70后慢生活啊，那都是前辈中的前辈了，对吧，都是很不错很不错的。当然我也会努力啊去做出更真实的自己，不管他呢，爱吵架就吵架，咱们就吵吵闹闹啊什么的。记得关注、订阅、点赞，吵架也别忘了点赞，开启小铃铛，不然你咋吵，是不是？我是 Max， 谢谢。